在我左手边呢度咧就是、一个 B 区的看台，就有好多现场观众喺度嘅。一到广东道有个路口咧，那个路口咧就系、是、特别要小心少少啦，因为嗰个比较窄啲啊，嗰、那个系行人过路处嚟嘅。我系梁仲仪，我今年64岁。我开花车开了十几年了。花车呢基本上呢就是、春节和有喜庆事呢大年初一举行的去花车巡游。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司机有一个副司机。副司机呢是负责左手边那些盲点来到看位的。平时我们演预演的时候呢如果是之前呢试过场地呢我们就找一个普通的货车就钉个木架。长阔高就同个花车一模一样嘅，就一路开就一路有嗰啲幕后嗰啲工作人员全部睇住晒边个位置，我哋要留意诶够唔够过，咁就提翻工俾大会嗰度。最尾咧就我哋所有召集晒咁多位司机，当晚去攞车前，我哋就大家开会，叫大家所有咧就留意边个位置有少少盲点啊。同埋出場嗰陣時啊，最緊要注意你有邊隊表演隊伍喺你前面啊，就唔可以開得太快嘅，保持5公里嘅時速嚟行車嘅啫。所以咧，我哋開花車咧要比較集中精神啲咯。今年咧就係我最後一年，咁咧就係將我咁多年嘅經驗咧就傳授俾我個副司機。花车司机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能够参与这个盛事很难得的。尤其是我孙仔我告诉你哪部车是公公揸出来的他们都很开心、啊。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啊、融合了所有你全世界很多都是很有特色的。希望呢一来现在我们中港融合嘛就希望大湾区搞一个统一的花车大巡游。哇！咁呢個我真係好好滿足啦！我們加一些燈，然後就把它打亮一點點啊。晚上這樣的話，那個效果就會更好。我叫韋千成，是來自香港的。我坐花车大概10几年吧，其实香港的花车巡游已经停了5年了。今年我们就用了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以龙作为我们主要的那种设计的那种重心。我们为那个亚洲旅游中心来量身定做的一台花车，放了高铁，我们放了蛟龙号，我们放了C919，可以让香港的朋友多了解吧。所以你看到我们把几斤花我们也放在我们的花车上面。其实我们大概花了2个月左右，其实10几年基本上我们都会，我们自己的那些同事我们都会分在不同的花车上，所以树我们要保证它不会出问题，里面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很清楚。我忘记哪一个花车了，然后因为客户也来看，记者也来看，然后也来拍照，让它一直来开，然后在出厂的时候那个发电机过热停掉，然后就所有灯啥都没有了，然后就拿个风扇，然后再吹吹吹吹吹，把那个发电机把那个降温。我们好像是排第9出的，前面出了1、2、3、4、5，它还动不了，差不多到第7台的时候，我们就能重新把它启动了。最难忘的一个经历。我们今天是一个媒体的预览的一个时间，来到今天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到最尾的部分，中间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收收补补啊。到年30的那个晚上呢，我们那个车就会到那个尖沙咀的那个准备出发的那个地方了，要顺顺利利，能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